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看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没有男朋友去。会有的啊，这个，你就包括这点，这女孩子交个男朋友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说，但是你是没有啊，我们知道没有，没有，啊，不能说，这没有办法。如果有一天找男朋友的话，打算找一什么样的？找你那样的。有眼力。但是人一般都找那个高大威猛、很帅的、特别英俊潇洒的。我这样的典型就不符合标准啊！你真的愿意看我这样的？你看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没有，我是应该会找能够心理上给予你安全感的。嗯嗯，还有呢？有责任心的。还有呢？就不要油头滑脑的。哎呀，我结婚了，还是你。可以